会因为什么而出发。梦中的那个灯塔，那片海，还是那个人，又或者我们不知道将去向何方，但已经在路上。生活需要仪式感，就像平凡的日子里需要一束光。你的旅行其实可以变得更自由、更惬意、更有安全感，随时随地享受生活，纵情大笑，在你爱的风景里铭记那些碎片时光。追一场日落，枕着星河入梦。一车，两人，三餐，四季，纵情跋涉，也没有星辰，去奔赴下一场山海。日月山川，江河湖海，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感受世间万物。宽大 VMAX 震撼上市，看见更美的世界。